等一下你把手指头伸出来，对，我这样。去哪里？等一下，看掉哪边，就伸这样。现在啊。好，把你要的那张牌啊拿起来。拿起来。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不要给我看到。你现在手放着，我要跟你感应这张牌是什么。放哪里？压着。然后看我眼睛。哦，还没，没看我啊。你也是光看。赶快看啊！这张牌是不是红心？对。哇，是不是红心三？一样是手手伸进来。嗯。好，你把那张牌拿起来。一样。哇。哇，你害羞了哈。你的眼神跟刚刚的他一样。你们的眼神透露着一样的消息。哎呀，应该也是红心三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。好厉害哦！你可以检查看是不是有没有重复。真的没有重复。你为什么一个礼拜后？